今天我们薛师兄又给我们表演一个才艺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几个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你们几个是不是特意过来要找我看表演点魔术？是不是？是的。好，那么我今天脱了衣服来给你搞。千万不要翻车了啊！今天不要让粉丝们看穿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对。昨天那个魔术被粉丝看出来了，他说你手指上戴了什么东西？那个，你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请这边看好哦。鸭子，盯紧一点啊、哦，看看怎么弄出来的啊、哦。好，哎，这个桌子有点滑啊。啊，要不里面有个那个台子，我在那个台子上给你表演好不好？可以。这个台子上太滑了，因为搞这个卡片没办法搞。嗯，好，进里面啊，进里面。其实要不就搞这个麻将桌吧。可以，这个麻将桌可以。这里可以表演吧？啊，可以。学生怎么表演啊？啊，这个上面就好了，这个上面。有点像周润发的手势。对，你这样吧，牌随便你抽一个，我先给你看一下牌有没有问题哈、啊。牌是不是普通的牌哈、啊？牌有没有问题？鸭子来抽一张。有没有一张相同的？有没有？没有是不是？没有。对，你随便你抽一个牌吧，你抽一个什么牌，我就拿什么牌来变给你看一下。我来抽，还是我来录？好，你抽。要不要给你看？随便你拿出来，你抽几，我就拿四个几来变这个牌。来，证明粉丝们看一下，看到了没有？不要说啊。对。没看到。不是没，你看几了？拿几十是不是？要拧出来呀。对，拿四个十出来，我给你变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十是你抽的啊，我也不知道你要抽十是不是？这里是一个四个十，对，这个十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小花你检查一下，对，你看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小花是专家来的，对，你才是专家。正常是四个十是不是？四个十我手给你看一下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不是？哎呀。四个十啊，我给你分开，一，盯紧了，二，盯紧了，三，看好啊、哦，四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上面随便放三个杂牌，随便放三个杂牌啊，三个，啊，放三个啊，可以了。这四份你选两份都可以，碰一下你要拿两份，你说。要是你来挑两份出来。对呗。啊，要拿两份，你说一下就可以。我觉得高度难一点，一能挑一份。你要拿两份，你说能不能调换？可以，你说你要拿两份，要这个，随便你挑，这里面你选。这两份，确定？确定。还改不改？不改了。好，弄了这两份我收起来了，再挑一份出来。再挑一份，这份。这份，你把这三份都挑出来，是不是？你就留这一份哈，确定啊？对。好，这三份不要了是吧？对，你看啊。一二三，要发功了，看清楚什么？他四个十是分开的，我一个上。哇，是很厉害啊！这里面都没有四个十啊，给家人们看一下啊。小八，那四个十到哪去了？哎，不要动！你刚才说了什么？你看清楚啊！你为什么要留下这个？我又没有跟你说过怎么选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？你看哈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刚才是分开的哦。对，一二三四，厉害。真的厉害，走啊！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选哪一份，四份随便你挑的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分开的吗？对，我是四个十，我手给你很清楚。四个十，对我这样分开的，是很慢的啊，分开。先看一下这下面是不是四个十？这个四个十肯定是四个十了，这个是用的功力，是吧？它这里真的有四个十分开来了，但是它你三份切掉了，那里面那一份就四个十。不怎么变出来的，就是可不可以再表演一个节目？再表演一个啊？好吧，那我给你表演一个特殊一点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现在又开始又表演，再表演一个节目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鸭子，这下你，这下我来，你来哈。你行不行？现在我要揭穿大秘密。我是有特异功能，这魔术玩牌玩那个卡片的话都有特异功能。为什么呢？一般都会早睡早起。你有没有没有做到？可不可以传授给我们？好，那传授给小八，可不可以？传授小八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我们不行，你行就可以，你行不了就可以。这个是特异功能，因为我天天早睡早起，多运动。哦，知道没有？这样子啊？对，才具备这是气功吗？对，才具备这个功能。你把手伸开。啊，这里也是气功。
你能不能不能写这个技工？说还是传给你。你把手伸开，我传给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。好，你手伸开和我一样，对视三秒钟哈。嗯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可以了哈。嗯。这个牌，是普通的什么牌都有，看好哈，家人们哈。嗯。这个、看清楚啊。啊，这个牌是什么牌都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牌都有？拉近点看一下。啊。这就要拉近，这看清楚，家人们。是不是什么牌都有？嗯啊，这个牌你帮我查一下，刚才我传给你功能了哈。嗯嗯、你我已经传给你功能了，嗯、随便你抬，你抬一下，抬一下可以。对，随便你抬牌。我本来想抬这里，我还是抬下面的，再抬下面点来。确定了没有？看你怎么弄。确定了没有？嗯，确定了。这是你抬在这里哈。哦，看清楚这是什么牌啊？这是个六。是一个红心六啊。对。嗯。现在这个六。因为你具备这个功能，它的这个缘分你走到哪里，它会跟着你的幸运。嗯，就是我随便挑个六就出来是吧？随便搞都是六哈，你看我给你动一下哈。你刚才用哪个手指？手指传的功能。这个是不是？嗯。好，你看好哈。嗯。我这样拨牌的时候，嗯、你任何喜欢的时候插里边去用手。嗯。啊，你喜欢的时候，把手插里边、嗯，看你有没有那个六的缘分，好不好？嗯。好。啊，你自己喜欢啊。嗯。还差不差？差不差？差不差？你看都花完了。哦，没看清楚。好，看清楚，看明白啊！砰！还改不改？不改了。不改了啊！嗯，马上看一下。什么牌？什么？红桃六。哇，真的找出来了。对。随便插一下就进来了，出来了。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插在哪里、啊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在你手上传这个？特异功能，从小巴布手上传过来。传这个功能不行。特异功能。对。你怎么跑过来？还可以再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再插一下。插六下。再小过来插一下，不行，等下你要传给他功能才可以。等下我。那我传给他，我来。等下。我传给他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传三秒钟。为什么一定是三秒？传个梅花六来。三，可以了啊。我这样举下牌，我这样划牌的时候，你任何时候喜欢插进去就插进去，好不好？嗯、啊，你喜欢的时间哈。嗯。看出来。好，改不改？不改。你看哈，早餐。看清楚啊。红桃坎。又是红心绿，什么情况？啊，这个就是有特异功能，知道没有？这个就是特异功能啊。厉害。你有幸的话，你可以再试一次，我给你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再洗一下鸭子，来试一下鸭子，你擦一下。等一下我再给鸭子试哈。还有这种对你在喜欢的时候擦里边去哈，喜欢的时候擦里边去。嘿，擦得那么早，你再擦我擦一点这个黑桃花，你看一下，别把它找掉。啥情况？又是红桃六，这什么情况？鸭子擦一遍。你现在这个特异功能具备在你身上了，啊、对不对？你把特异功能藏在鸭子嘴上。那就我老婆来，可以，传到我嘴上来，传给他三秒钟，用手摸着他嘴巴，一二三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我才过来，我传到他嘴巴上，我就手指这样传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放到这里，别摸到我嘴唇了，这个作用没事，好，来，这小孩传给你，我不要，我传给他，算了，就传给我吧，传鼻子，可以，啊，嘴巴不方便，对，你看，鼻子，传三秒钟啊，嗯，一。二三，好，可以了。现在你的我们嘴巴都不灵，它像嘴巴灵、都在你那里了，嗯、是吧？可以说吗？对，我这样往下拨牌的时候，你任何时候说停都可以。我就用手抓住了。对，不行，要嘴巴说，要嘴巴说。嗯，哈，停不停？都划完了哈。对。停不停？哎，你不要用手，你嘴巴说，嘴巴说。嘴说，大说停。停。好，停啊！对，你说了停，就拿开看一下。哇，又是红桃六。这啥情况、看到没有？如果他用手直接不说呢？他不说就不行，一定要说一下。啊，一定要说了才能功能传到他嘴上去。他不是摸的鼻子吗？鼻子，他这个五官相通的，这有特异功能就传上去了。我信你个！特异功能，你还比刘健还厉害啊？你比刘健还厉害？嫂子说是你这个这个是魔术，知道吧？这是高中的魔术，这就是娱乐，纯是娱乐。对，魔术。啊，这你是不要太认真啊，这只是一个娱乐。但是我们是没发现它是。那如果传到头发上你这样好了，我不知道你弹在哪里。还再表演一个节奏。我再给你表演一个，好不好？嗯。我再给你用点力，好不好？嗯。要伸，你刚才弹的这个六是不是？嗯、你看好啊。嗯。不要眨眼睛啊。嗯。啊？哇，这么厉害！哇，没拍，他没
没去，还有一个光没面子，你要拍一下这个，这里，来看他怎么把那个拍下。哇，这不是六六，全部是六，全部是六，全是大拍的。你要说全部是六了，我再给你变一下哈。他变了53个六，只有一个不是六，一个勾。你看，嗯，现在又变了，是厉害。嗯，这个现在是什么都不是哈，乱七八糟什么牌都有。你看啊，我再用发一下功啊，要深，看到没有？看明白啊。嗯。哇！哇，全是六，这么多六啊！哇哎，变了53个六出来，只有一个不是六，一个错，还有一个红心尖，我看到。你看着，变了52个。对。那个红心尖是不是你翻车了？不是翻车了，你知道没有？我。你又必须要有包皮的，还有那个牌呢，要有个盒子嘛，是不是？要有盒子。假如说我外面拿的都是六，拿出来都看起来不精彩了，是不是？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必须要是个。你能不能把这个牌整出来，全部变成六出来，一个都不要？一个都不要。嗯。那个我还要再锻炼一下。徐师兄，他那技术还是有点没过关啊，功力还没达标。还要再锻炼。只有到90%。你看这个牌是不是？是，你看一二三，哎，不见了，还九又出来了。可以，有两把奢侈啊。这个。站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叫奢侈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现在都不要看，这个留一点悬念，我们留着下一期再告诉你。你等一下就走了还悬念？哎，我们还会来的嘛。好，那祝我们薛师兄还有鸭子大龙。你们几个一起去河南是吧？对。然后祝你们一路顺风。嗯，好，一路平安。好的。到了给我们报一个平安啊。行，我走到那里也会想我们的家人的，弟兄们的家人们的。我们也会想。我会早日回来给我们大家玩游戏，带游戏过来玩，好不好？好。赶紧去把你那10%练好。行。那就麻烦兄弟了，我们差不多要出发了。哦，然后他们今天就准备出发了是吧？那可以，那我们送一下你们吧。那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